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一个跳古典和热舞的主播。如果说喜欢看古典舞、热舞的，然后可以勾勾我的关注，直播时通知打个勾勾。手机我们点击左上角有黛西的名字，在那个加号上面点击一下。电脑端用户在这个右下角有个直播时通知框框里打个勾。行，那我就给大家跳个摩托摇吧，我看大家好像挺喜欢这个的，本来没准备这首歌的。好了，那记得我给你们跳摩托摇，你们把关注点一点啊，然后记住我的名字，我叫黛西。好了，那咱们进入正题，表演我的才艺。来到九九山，因为最近那个这身体还没有恢复，然后有点不太好，然后喜欢笑就点击下笑的关注啊。咱们这个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带笑的名字，电脑端用户点击右下角的一个直播时通知，咱们把那个勾勾打个勾，鲜花走一走，把心点一点好吗？我没有来九九山，我的心从来没有破过一千呢。对。然后我们继续来选择一下第二支音乐啊，第二支舞蹈的音乐。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好像有点反光哈。
有点反光，然后大家那个一二三扣一扣，随便跳一个吧，啊，这挺好看的，好吧？对，大家随便跳一跳。一二三，你们自己扣吧。我感觉这个黑板它好像有点反光，下次我得第一个是屁股翘翘，第二是 Good for you， 第三个是满月，然后是一个韩文歌。对，一二三扣一扣。对，第一个是屁股翘翘，第二个是 Good for you， 第三个是满月。对，我给你们念出来吧。对，然后我现在我要转播，然后接到哪个宝宝就是哪个了啊。三二一 ，biu。第一个，你们都喜欢屁股翘翘吗？都这么喜欢屁股翘翘吗？那我们那个就来这个吧。其实我觉得满月也还可以。好，来吧。心在蹦蹦跳，眼光闪烁像风，记得点关注哦。你知不知道呀呀呀，屁股翘翘翘翘摇一摇，心在蹦蹦蹦蹦跳，眼光一闪一闪像火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ex party. Now, let's have fun. Go. 你说我是天使的化身，也有魔鬼般的眼神，总是带着微笑散发青春，还有一点点孩子的娇嫩。我却觉得你更像个老人，说话非要假装着认真，做事还有一点点慢吞吞。哦，这个问题我一想到就头昏。身体在发烧，这是什么预兆？好像大声叫，气流在狂飙，屁股悄悄摇一摇，心在蹦蹦跳，眼光闪烁像火苗。你知不知道，屁股悄悄摇一摇，心在蹦蹦跳，眼光闪烁像火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的化身，却也有魔鬼般的眼神，总是带着微笑散发青春，还有一点点孩子的娇嫩。我却觉得你更像个老人，说话非要假装着认真，做事还有一点点慢吞吞。哦，这个问题我一想到就头昏。身体在发烧，这是什么预兆？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ex party.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宝宝问我冷不冷了，你们在我怎么会冷呢，是不是？有你们在这么热血沸腾怎么会冷呢，对吧？然后欢迎所有的哥哥们来到九九三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五星五星嗨翻天，点击下左上角的预约，长这样不违规吗？给我一个违规的点好吗？说不出来，今天晚上要关小黑屋哟，打屁股哦。然后欢迎所有的哥哥们，然后想谢二姐点一下谢二的关注啊，欢迎一叔啊。然后这个咱们有这个鲜花的把鲜花走走，有星星的点点心啊，对，爱西的帮忙把西的关注点一点。你认识陈冠希吗？就是那个帮我拍照的那个吗？好了好了，不跟你们开玩笑了，然后我们就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跳一支舞蹈好吗？对，我们再跳一支舞蹈，然后我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然后记得点击一下我的关注，可以那个什么，到时候可以去查了我的直播时通知去看我的直播啊。摩托已经跳过了。Collaboration of JYP and Brave Sam. Yes, sir. Here it comes. Song. Okay, let's talk to Lego. 지금 당장 아무 말도 필요 없어. 그때와 나의 끝을 말해주는 걸. I'm gonna make it.